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r. 木香谷小教室，我是小万。今天来教一首汪有点的歌曲《失眠飞行》，这首歌非常好听哦。好，我们来教这首歌。进副歌前有一个过门，它是一个小节再加一个小节的东西，两个小节进去，我们滑进去我们的副歌的过门。好，那第一个小节呢，我们先打咚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打两遍。第一拍咚哒哒哒，第二拍哒哒哒哒，第三拍咚哒哒哒，第四拍哒哒哒哒。OK， 看着谱回去练习啊。第二小节呢，咚哒哒哒咚哒哒哒，停。点第一拍咚哒哒哒，第二拍咚哒哒哒，第三拍休息，第四拍旁边用力敲一下，就到副歌去。副歌一样，两个小节的循环。第一拍大指指指。两个小节的循环，第一拍第一小节的第一拍是吱吱吱，第二拍是哒吱吱吱，第三拍是吱吱吱，第四拍是哒吱吱吱。第二小节第一拍吱吱吱，第二拍哒吱吱，第三拍吱吱吱吱，第四拍哒吱哒吱。循环，跟着我一起练习，来喽。休。OK， 换你单独练习一次哦，来咯，跟着谱。再一次。非常好，打得非常好，非常棒哦。好 ，OK， 这样会了吧？超帅的，对不对？网友为你而做的，你给我练好来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天天开心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最后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要逛逛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